不顶，你住口！我李巴山就是这个样子。瞧你面无四两肉，拳头都握不紧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。你站出来跟我说话。夫人，敢问这位老前辈，可是李巴山李师伯？你就是苗师弟的女儿？正是，完辈苗翠花，拜见师伯。 瞧你还懂得一点尊卑之道，不过你纵子行凶，罪无可恕，别想单凭一句师伯，就让我不跟你计较。师伯，正所谓死者已矣，事与一时鲁莽，犯下滔天大错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惩罚他的。希望我们两家的恩怨就此作罢，作罢，没那么便宜，除非方世玉死在我面前。 雷夫人，你这样说未免太强词夺理了，你也别忘了，是雷老爷向我们世玉挑战在先的，他们两个在擂台上双方定下了生死状，说明各安天命，不得追究的。放屁！什么生死状？那是我女婿给你儿子定下的，我们父女俩一概不知，我一定要追究到底。师伯，这就是说没有转弯的余地了。 一命偿一命，就是拿你的儿子陪葬吧。难道上厕所也不行？是。你们这样看着我不累吗？累。想不想出去看看？想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一块出去。不行。世玉，你千万不能出去。你出去一定死定了。现在外面怎么样？李小环带了他爹李巴山来了，看来是个更狠的角色呢。方老爷不是跟他们理论吗？结果怎么样？ 跟那种蛮横的人理论会有什么好结果呢？我听姐姐向那李巴山尊敬的叫了一声师伯，可是那老家伙还是坚持要拿世玉来为雷老虎陪葬呢。不管他师叔师伯是奶奶，不要啊！小妇人在乱大谋。一个李小环已经这么难对付，再加上一个李巴山，你准没命的。冷静一点，你叫我怎么冷静啊？我爹跟我娘现在都在外面啊。 既然师伯道明来意，要你们空手而归，恐怕是不可能的了。但是翠花有个要求，不知师伯能不能够答应。如果你是想要我放过你儿子，那就不用说了。雷老爷的死，世运难辞其咎。我只希望这个祸不要惹到其他人的身上。那是当然，所谓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只要是我为女婿报了仇。 我绝不会为难其他人的。你们要找世玉报仇，翠花也无话可说了，也不会怪师伯你毫无道理。夫人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总算，你也知道何谓大义灭亲。苗师弟，果真是教导有方啊。只不过，师伯，您乃是一代武林名秀，世玉。 只不过是个无知小子，跟你的身份相比，真是天渊之别。要是你要出手杀他，他想躲也躲不了的。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传了出去，江湖道上会怎么样看您呢？是您以大欺小，还是恃强凌弱呢？要杀方世玉，何须我爹出手？我李小环一个人就够了。你是不是想跟世玉公平决斗呢？好。 师伯，您的意思怎么样？论辈分，小环跟方世玉相距不远，论仇怨，小环的丈夫是死在那个小子的手上，他找他报仇，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，总不会遭到非议了吧？好，那请雷夫人定下比武的方式吧。方世玉在擂台上杀我老爷，我就让他死在擂台上。时间跟地点呢？7天之后的巳时，我在东城摆下擂台，未免空口无凭。 我待会儿派人来下战书。好，今日之约，请师伯为证，把我儿子7日之后安然登上擂台。放心，只要你们不耍什么花样，我李巴山不会做出有损身份的事。不过，要是你们存心跟我使诈，你回去告诉你儿子，别指望逃走。7日之后。
我要不见他上擂台，我就要你们琼花会馆所有的人吃不了，兜着走，走。哎，夫人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糊涂呢？竟然让诗玉跟他比武？不这样，害别的办法吗？你也看见了，他们父女俩来势汹汹，一点也不讲道理。看来。 这一场恶斗是不可避免的了。目前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让李巴山出手。哎，可是日后世玉还是要面对很大的凶险呢。起码世玉跟李小环比试，总比面对李巴山要好。要是他真的亲自出手，世玉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，必死无疑。李小环武功这么厉害，你跟他打只有死路一条。上次你因雷老虎，全是靠运气。 论论真才实学，你根本斗不过他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想个办法阻止比试。夫人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你赶紧想个妥善的方法，不能让世玉遭到不测啊！为今之计，只好走一步算一步。世玉，你一定要咬紧牙关，积极苦练。可是，再怎么苦练，也只剩下7天而已啊。7天的时间，应该可以练到怎么样保住性命。 保住性命，就要能挨得住打。西关跟慧前，他们会乱棒追着你打，你待会儿只能够躲避，不能够还手。如果你能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，不准还手的情况之中，还可以保护自己的话，你上了擂台还有一线希望。西关慧前，你们用力的打，不许留情。是。上。啊 来呀，用力打，来呀，小心了！方夫人，我看世玉快支持不住了，快停止吧！世玉是我亲生的儿子，我看着他吃苦。 难道我心痛吗？如果他想在擂台上保住性命，就一定要这样。可是，就只有这方法吗？其他的方法不行吗？如果要保住性命，就一定要这么苦练，才会有机会。 这缸药酒啊，已经加重了分量了。你练习的一天，血气大盛，只要浸上2个时辰，就能够见到功效了。诗玉，你不要因为怕就不泡喽。怎么会呢？我还不想死呢，放心吧。<笑>这才是我的乖儿子。好了，我去烧点水，给你拿条毛巾啊。 大哥，练功练得很辛苦，是不是？有一点，挺得住。你挺得住，爹的心挺不住啊。爹的年纪大了，方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爹实在不愿意看你受这样的苦，更不希望你遭到什么不测。大哥，你还年轻，还没娶妻生子。 若是方家从此绝后，你叫爹日后死落黄泉，如何对得起方家的列祖列宗？世玉天生命硬，我还想要跟你打麻将呢，没那么容易死，你放心。世玉，爹想清楚了，不如趁今晚天还没亮之前，你赶紧坐船回广东，好不好？那怎么行？那个李巴山说过。 只要我一走，他就会对付所有跟琼花会馆有关的人。我跟管你的几位老爷都商量好了，他们也愿意看在我的情分上，答应了，只要你一走之后，他们就立刻把琼花会馆给关掉。即使李巴山再狠毒，
大不了放一把火把会馆给烧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但是琼花会馆是爹跟各位老爷多年的心血，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毁于一旦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如果能够避得过这场祸的话，就是要爹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。至于爹欠下的这笔人情债，日后如何去还，那是爹的事。德哥，你真是疼我，但是我却每天气你，太对不起你了。哎，傻孩子，你这是什么话呢？你是爹的儿子，就算你调皮十倍百倍，还是爹的儿子。诗玉这一次真的闯下了大祸，连累了你，也连累了娘。哎，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？不过，爹只希望你现在能够平平安安的就够了。嗯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是不会离开杭州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说多少遍也是一样。我不会走的，我只要一走，方世玉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做人了。世玉，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头低好办事，路低好走路的道理呢？明白，不过我办不到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办不到。就算能够保住小命，可是我永远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琼花会馆所有的人，这个包袱我背不起。再说，我方世玉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别人把我当笑话。要是我一辈子臭名远播，比杀了我更难受。止玉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与其苟且偷生，倒不如轰轰烈烈死得有尊严。这是官夫子教的，你不是很希望世玉学大道理，读圣贤之书吗？世玉做到了，为什么还要阻止我呢？爹，就当世玉不孝，万一我真的有什么不测，不要再想着我，不值得。世玉，你到底是长大了，有自己的见解，爹听了很高兴。好吧，日后你做任何事情，爹都依你啊。叶然，爹爹。部位最重要的穴位，虽然你从小练就了铜皮铁骨，可是仍然保不住这个穴位，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的，别让李小环击中了，知道吗？姐姐，我看世玉是越练越差，今年还是别练了吧。那怎么成啊？对啊，还有四天就要决斗了，如果再不练的话，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可是你看你们每个人都紧张成这个样子，我想再练下去也不会有什么进展，反而适得其反呢。姐姐，今天还是别练了。不行啊，少练一天的话就多一分危险。可是你们现在越练越退步，这样下去不是更危险吗？永春说的没错，这几天西关会前天天陪我练功，他们也实在够辛苦了，一条橡皮筋绷得太紧的话也会断的。要赢的话少练一天也会赢，要输的话多练十年也会输。与其要西关会前他们皱着眉头陪我练，不如让西关会前他们开开心心的陪我练，更事半功倍啊。就这样吧。啊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去放风筝。好啊，那今天就休息一天，把你爹叫来一起玩吧。好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开口闭口都是西关会前，西关会前真是好兄弟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，你们俩也先去洗个澡吧。哦，走，走啊！
哦，德哥，看不出来你原来是放风筝的高手啊！哎呀，那是10岁以前的事了。那10岁以后为什么不玩了？嗨，爹那时候啊做生意，我哪有时间玩呢？哎，爹你真是不幸哎，爷爷也太过分了。哎，不可乱批评你爷爷，他是为了方家好，让爹早日继承祖业而已啊。所以你就变得少年老成，不苟言笑，天天都绷着个脸。哼，难不成还像你嬉皮笑脸的吗？ 不好吗？你要像我这样天天笑，皱纹也会少好几条。嘿嘿，像你这样没大没小的，这么跟爹说话的。哎哎哎哎，风筝快掉下来了，快拉着线，快跑快跑，快快快，完了完了，掉了掉了，救我救我救我！哎呀，快点快点，诗雨拉高一点，拉高点嘛。哎呦，你平常挺聪明的，怎么这么笨呢？哎，拉高点嘛。哎呦，我来，给我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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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你看诗玉他们父子俩玩得多开心啊。我从来没见过方老爷笑得这么灿烂，诗玉真的不简单，生死关头还能当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其实诗玉是不希望我们为他的事情难过，他希望我们轻轻松松的，不要再为他的事情伤心。清楚了，哎，别人都是成双成对，我只有自己一个人。哎，诗玉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哎，我啊，哎，把悲伤留给自己，心里的话说给谁听啊？一腔热泪往肚里咽，哼，这就是我。哎，
你快走。爹。陈老爷府中谈一笔生意。刚才我看见你跟一个人在一起。哪有啊？他是谁啊？刚才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啊。哎呀，你爹的眼睛虽然不好，但我分明看得出来他是个男的，还跟你非常的亲密。爹，你一定是眼花了。眼花？我眼睛可没花呀。你的手上怎么拿着朵花啊？他是谁啊？爹，我说。永春，永春，我要睡了，不要烦我。哎呀，你把门打开，小丽已经什么都告诉我了。小丽都说出来了。我向她逼宫，她就什么都告诉我了。既然真相已经抖了出来了，你就跟爹坦白吧。坦白什么？如果你对她真的有意，那爹就替你做主。我。哎呀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害什么羞嘛？我是怕爹您嫌弃他。怎么会呀？虽然爹是杭州的首富，在经济上跟他们是有些距离，但爹绝不嫌他是高攀。只要你愿意，那绝没问题。爹，真的？那当然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只要他有气概，肯担当。志向远大，品格善良，这就什么都够了。这些啊，他都有。哎，那既然如此，明天爹就托个朋友向他爹去表达一下。他爹不是早就死了吗？哎呀，方老爷是琼花会馆的理事，你怎么说他死了呢？方老爷？是啊。哎，你的心上人不是方世玉吗？爹，我说的是洪熙官。啊？说了半天是那个穷小子。不行，爹不能让你跟他来往。爹，你刚才不是说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吗？哎，你也没跟爹说那是洪熙官呐。不管了，女儿已经选定他了，就算你不同意，女儿也要跟他在一起。混账，这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自己不能做主。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，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做主？你要是反对我，我就跟他私奔。岂有此理！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呀？这一定都是那个穷小子教你的。小姐，哼！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许离开这个门槛半步，否则，我们父女俩一刀两断。关门。爹，老爷，老爷，锁好了。小姐，他们把门给锁起来了。爹，开门啊！小姐，把这门窗都给我钉牢了。怎么办啊，小姐？小姐，他们把我们困住了，怎么办啊？不怕，明天啊。要是再不把我放出去的话，我把门窗通通都敲破。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开门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爹，开门！你不要这样子嘛！春呐，你就乖乖的待在屋里头吧，我绝不允许你跟那个穷小子再混在一起。嘿，爹，小姐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出不去了，